个人发展及未来可能会开始考虑移居海外，但具体计划需要反复考虑，并有来自日常生活习惯等的压力，在团队管理中需要小心权斗或隐藏的一些危机。金星与冥王星合相在摩羯，可能会让爱情变得更加压抑，并可能会发现一些秘密，甚至以爱的名义控制对方。而月亮在射手，与木星和凯龙的四分，则会带来情绪的不安定，也会触及成长过程中和过去的一些伤痛，但也可能会激起个人成长及疗愈他人的愿望。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